家好，我是二丫，现在是早上7点半啊，然后两个孩子还睡觉呢，我也是刚醒，因为今天西西爸爸要上班走，早上起来给他做点吃的，因为他走的也是比较着急，昨天晚上回来呢也已经晚了，洗了点衣服，给孩子洗漱了洗漱，现在屋里还有一堆衣服没洗，看。这都是衣服，这家里边还没收拾呢。听着是西西爸爸已经起来了，洗漱呢。然后我先去给他弄点饭吃。你洗完了吗？你洗完了吗？没呢。那我给你热点咱妈拿的那小笼包吧。行。行吧。昨天拿那鸡蛋路上吃的还没吃完，我再给你热待热。会儿热一下。啊，行。少弄几个，热点鸡蛋吃了就完了。啊，咱妈煮了那么多鸡蛋，路上也没吃。有，就是包子也有，鸡蛋也有。吃吧，这小笼包估计你吃10个都不饱。包子留着让孩子吃吧，早上也吃不了多少。还有呢。热了一会儿，孩子醒了，不也能吃吗？拿着吧。对，拿着到那儿穿吧。行。裤子，那书包忒小。哎，这就不是个中医们的书包，该淘汰了，多少年了都。那都坏了。嗯。那你到时候重新买一个。咱不讲究，凑合中呗。那柜里的衣服是不是还有呢？柜里没有吧？你过年回来的时候，你不是拉回来一大袋吗？这个衣服不装了，一会儿我穿上。这个，把这个，对，这个不太干，昨天洗了，忘了往屋里放。没事，这个不用穿，装包里就行了，到北京晾起来。对，也干了，90%干了。那裤子穿是吧？对，行了，刮胡刀拿吧。拿，这能少？这个油，昨天你说的，我给你拿出来了，还是那会儿早了就买了，我说让你用。行，到北京我可抹吧，对，洗想面的周到。抹脸油、洗面奶都给准备好了。洗面奶、水乳，你那脸，要不别人出去，人家说你长得太着急。没办法，干的工作就是风吹日晒。那我给你拿几包口罩吧，行。行吧？行。拿的啥呀？拿了几瓶纯奶、露露，还有那个酸奶，还有面包，吃不了，一会儿就到了。就是家里孩子不吃的那零食，我给你拿上了，你到这边吃了。行。主要是他不吃了吧，我也想不起来吃，到时候浪费了。正好把那口罩和油放这里边吧。对啊，我专门拿出来把衣服放里了。放那里。行。吃饭吧，你着急走，做米汤，熬的时间长，来不及。对，今天主要是单位好几个车等着我去呢，所以能早点早点。对，这起晚起个大早，只能说赶上中午到，下午还能干会儿。鸡蛋裂了。没事儿。锅里还有，你先端这盘吃吧，我给你冲点奶粉。行。加点咸菜吧，行。还是咱姥姥腌的咸菜，有辣八蒜，有咸菜，你想吃啥吃啥。真烫。吃点吧，要不到那儿中午了。对，到那中午了，开始吃饭了。你路上困了，你就睡会儿。你跟孩子在家，吃好点。哎呀，我们在家人多，你就放心吧。人多主要是我不在了，又得俩孩子，又得你看着。现在西西快开学了，西西开学，
去开学就好点。对，一天不用接，早上送那儿，中午不用接，也近。西西送西上学，航航现在晚上还睡觉呢。嗯。吃饱不够了再加，我去拿个碗给你冲点奶粉。待会熬点米汤，你跟孩子喝吧啊。嗯，你走了。嗯。然后现在孩子还睡觉呢。你上班走了就开始熬上，我就醒了，吃点包子，吃点鸡蛋，喝点粥。要不你也先吃点。我待会儿吧，我还没刷牙呢，就洗了个手，脸还没洗呢。行，那不管了。你吃吧，我去熬粥去。你去吧，给孩子做饭吧。嗯。吃饱了，我也走了。吃饱了呗。嗯，饱了。卡黑呀。嗯。乱蹬，竖着睡变成横着睡。嗯。小黑也都这样。行了。甭看孩子，让孩子睡吧。嗯。那我走了啊。行，你路上慢点啊。行。贴点那双鞋。行。这带的那双。嗯。这就是这么个伴儿。你开着车呢，你怕啥呀？今天着急走，不着急走的话，我给你放家里。你开着吧，我在家不经常开，然后你坐火车我还不放心，特殊时期嘛，自己开车还安全点。行。嗯。行，路上慢点啊。行。到了说一声。嗯。到那儿吃好喝好。放心吧，咱也不是头一次外出了，在那待那么多年了。行，路上慢点啊。行。嗯，你走吧。哎呀，大包小包的，幸亏是有车。可不，那我走了啊。嗯，你走吧，走吧。嗯。放心吧，俩孩子都给你照顾好。行。嗯，走吧，慢点啊，我不出去了啊。嗯，回去吧。嗯。小航航起来要找爸爸。嗯，爸爸去哪儿？嗯，爸爸去哪里了？爸爸也叫滚。爸爸去上班去了。爸爸去上班去了。对，爸爸上班挣钱给你买糖吃，好不好？嗯。嗯。好。一会儿我们吃饭啊。嗯。啊，你先。不吃饭。啊，不吃饭，那你先玩会儿好不好？嗯。嗯。哼哼哼，妈呀，家里男孩没收拾呢。